你好，10:30，台北美食社长早餐。社长在重庆北路啊，这个大龙香菇肉店啊，赤肉羹店啊，加一个啊肉粥、虾卷，还有一个红枣肉，这三个加起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100块左右吧。啊，今天这家店从大龙夜市搬过来，平常要吃他的肉粥要等好久好久，他现在是租的店面啊，所以这是台北美食社长早餐在重庆北路的报道。